了十年，就为了这个争争吵吵，我觉得好像世界只剩我们两个在吵，那外面什么事通通不知道，那我觉得浪费了我的生命，难过、痛苦，对，这一定有，因为我们是人，一定对。可是你要懂，刚刚好就好，多多啊，好就好，卖个聊落去啊。你当昨天的爸爸，我刚刚就有交代你了。今麦你拢已经大汉啦，爸爸代志啊，应该能了解。这感情的代志哦，是无法度勉强的啦。昨天妈妈的安息，甲昨天的爸爸，我确实做了不及格。其实他是真的很讲究美食，他说要吃素，真的蛮讶异的。我一直以为他璀璨108天吃完以后应该会再恢复，没想到他居然可以坚持这么久。你自己觉得变得最大的是？我刚给面包来，口说好话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我很有自信呢。我以前都会口出成章，真的，收起起来就美了。因为我觉得人家欺负我，我没什么可以抵抗，只有这个刀子嘴可以出去而已啊。我想每一个人一辈子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嘛，那可能这个就是给我的考验吧。所以我是觉得转个心念，转个心念，对。